저 잠깐만 저야. 아야! 아유! 이거 뭐? 라오, 라오 너. 아우 통아. 怎么回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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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掰这个竹子，你没看路吗？ 看啊， 我还看到你啊。 看到我会捅到我吗？ 捅得那么痛？ 有可能捅到你吗？ 怎么没可能？ 是你那里捅到的。 有这回事都有？ 是啊。 你看现在怎么办了？ 那算你说是真的。 本来就是真的。 那去医院看一下了。怎么去什么医院啊？ 这里都没有医院， 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啊？ 前面一点就是了，前面是人家家里，我才不去呢，我不管你给一点钱就行了，给一点钱呢，嗯，好痛啊，我看来是去医院看一下安全一点，去医院那种地方，我告诉你吧，去那个九流城的话，没有10000块钱你根本都是看不了的，你又不知道医院那种是什么地方，那现在你打算要多少？现在我打算要2000就行了，2000就行了，对呀，我去药店。 看一下，买一点止痛药就行了，行不行啊？这样万全的哦。安全以后有什么，我不找你麻烦了，快点说那么大了以后都。你要想清楚啊，钱赔你是没问题。我知道，快点给啊，2000块又不多。基本。<笑> 够了，有什么事我不要叫我回来啊！不见了，快点走了走了。我先走。今天遇到怎么倒霉的事啊？嘿，那个老大这么傻了，真轻轻松松又赚2000块，今天又发财了。嘿，我也走回家去了。